大家好，我叫杨美玲，来自老挝，如今来到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读书，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来这里，我了解了各种民族的文化，其中我最喜欢的民族是彝族，因为大部分的彝族人都在四川省，所以我很容易吸收的一些彝族文化，比如说美食啊、服装、语言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我最喜欢的是音乐。树木地为我说不过那说你我个的说莫那个的过你的家里自己不过的只要梦多说那我说说你说的多多说你说的多多方的朋友，我们不相聚，难有相见时，一切有酸痛，带个先永久，一箱多美酒，美景共品尝，心喝一杯酒呀，心喝一杯酒哟。知道